区一点小花居然要30。我很辛苦的，真的是，市场价也是这样啊。你去哪里？我去卖这个。卖这个？嗯。有人要了吗？有。有人要了。有。哦，你刚刚摘下来的？嗯，新鲜的。谁要了？一个帅哥。帅哥？嗯。有我帅吗？啊？各有各的帅吧。哦，那你喜欢哪一款帅？哎呀，人家只是来买货的，我喜欢人家干嘛？多少钱一斤呢？30。30？你怎么不去抢啊？区一点小花居然要30。我很辛苦的，真的是，市场价也是这样啊。那个帅哥我都卖给他40。哦，是不是我要帅一点，所以你卖我30啊？主要是我们是老熟人啊。老熟人啊？嗯。老熟人就老熟人，你别动手动脚的呀。你帮我搬一下吗？有点重。有点重吗？我单手就能搬了。No, 哎呀，手要断了。搬不了一点，搬不动。这里全部多少吗？我全部要了，不给他了。可是那个帅哥预定了呀，我要是不给他的话，我又要重新去采。这是不是这些卖完就下班了？嗯，好，那你今天下班了不是就有空了吗？嗯，跟我去城里面耍一下呢。你去了吧。去吧，这几天晚上天天下雨，一打雷我就感觉你会害怕。我家里面还有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家里面还有一堆猪要喂。但是猪我买不了一点啊。鸡可以买吧？鸡也可以。那你等一下跟我去嘛，没事啊。啊？嗯，事情没做完，我走不开。哎呀，没事，我跟你爸说。走。